今天呢，给大家说两个事儿，一个呢，花友问我花多多一号250克的能用多久，我先给答案，250克呢可以兑500斤水，你想想，你20多盆三角梅也好，干什么也好，500斤水你能浇多少花，你自己衡量的来吧，对吧？大概有一个概念了吧。还有，花友问我这个生根叶，我扦扎的时候用，我移栽的时候用，我平时可以用吗？可以用，对吧？就像酒啊，你结婚的时候喝，我大舅子去世的时候你也喝，就是，啊。平常的时候可以喝吗？可以喝，但别喝多了就行。别的没什么大事。但是它不像酒，它不伤身体，它对植物没什么伤害的。你可以用一点啊，没事的时候可以稍微用一点，相应疫情嘛，是吧？好了，别的没啥事了，你们有啥事记得问我就行了。这个视频短不短？别看短，它会旋转。我是老万一，要玩这场，拜拜。嗨。